全部馬不準備妥當第五場三班千二米的香港足球會百周年紀念杯準備。準備一起步的時候，光輝之星慢了，珠江寶喜落右贏都在後面，前面快的馬，中間有神童大鵝黨千軍萬馬，內欄衝線，中間紅衫還有天賦傳奇，粉紅衫滿貫風采，內欄第六位到還有金滿貫，這個就是金波羅，在他外面就是這個環保戰士。珠江寶喜嗱嗱聲上來，啡色衫紅眼罩那隻，再後面黑色衫黑色帽就黃彩，尾三位置就光輝之星，殿後一對就真如燕和那隻落右贏。好了，接近呢個六百米嘅段處啦，前面帶頭嘅馬匹咧就見到滿貫風采啊，千軍萬馬第二位啊，後邊內欄第三係衝線，中間有神童啊，出邊三疊添啊，咁啊有呢只天賦傳奇紅衫啊，再後邊內欄咧啡色衫咧就珠江寶喜啊，中間金波羅響外邊環保戰士，再後啲先見到黃彩嗰啲馬入正最後直路啦，前面透出嘅馬仲係埋邊有呢個滿貫風采啊，接內欄衝線追緊嘅，響外邊天賦傳奇亦都上緊嚟，大外檔嘅環保戰士，但係中間珠江寶喜亦都上緊。最後一百米到啦，衝線喺埋邊一騎上嚟就已經有啦，喺外邊追緊咧有環保戰士，最出落有贏，中間珠江寶喜接近終點衝線贏啊，第二名環保戰士同埋外邊嘅落有贏係相當接近啊，咁啊結果呢只衝線咪好彩出閘佢都算係 OK 啊，咁啊結果真係呢個檔位幫佢好多，彈得曬嚟贏啊，咁啊環保戰士落有贏好近啊個第二名啊。結果就我哋貪心又冇咗啦，因為衝線係四倍，臨近1.2嘅位置，贏到冇得跑啊！環保戰士跑過第二，第三就落友贏，第四就珠光寶喜啊！哇，真如燕都撲上嚟啊！原來係哇，衝線終於今日出閘，唔好似上次咁啊！楊明倫或者咁早嚟啦，第五場先跑啊，晨早嚟到準備定。有回報啊！都冇得講嘅，有時呢啲馬，即係我哋唔貪就冇落有贏咯。而家貪就可能有個落有贏冷批咁都叫做好啦。咁唔係都唔係好冷咗，原來啡隔離嘅人哋。睇下一檔啊，今日唔好似上次咁啦，好 sharp 啊！砰一聲出咗嚟，繼續俾兩步。因為有個一檔，如果你唔守翻個好啲嘅位咧，咁好可能就會俾人冚嘅啦。咁啊，金波羅多得你啦，咁啊，結果佢就頂咗喺二疊。嗰只天賦傳奇俾只神童，係啊，一路頂住入唔到去二疊，沿途結果係三疊望空陰功。因為神童裏邊仲有一隻衝線。咁我哋睇只環保戰士啦，諗住都攞半隻嘅天賦傳奇嚟擋下啦，咁啊，結果都擋唔住啊。神童啊，因為俾佢衝線一路壓住咧，結果都埋唔到去咧，就將嗰只天賦傳奇又頂翻開去嘅。都 OK 收得埋喎，只六。因為嗰隻一俾人頂咗出去啊嘛，頭先佢想入去嗰時候冇嘅嗰度，但係點都會蝕啲㗎啦，咁點睇都好。嗱，落有贏喺尾啊，同埋喺尾三嗰只真如燕啊，臨尾撲翻上嚟個勢都唔曳啊，可以留意下佢嘅走勢啦又。今日改變咗跑法啦，就滿貫風采喺前面走下走下，結果啊冇啊，反而扣女喺後邊追啦。係。珠光寶喜咧，你見到就真係阿奇爾里咧跑呢只馬，同只馬嘅節奏好似唔係好啱啊。呢、這個就冇辦法初跑呢一隻馬啦，希望下次有機會再合作會好啲啦。咁啊，似乎追得都唔錯，今日啲馬呢一場啊，尤其是分段時間，頭段23.75秒，第二段22.92秒，末段23.06秒，總時間1分09秒73。